大家好，我叫林嘉安，我来自台湾的开南大学航运与物流管理学系，今年毕业。我现在107年，我在越南胡志明万泰物流国际公司实习。大家好，我叫黄冠霖，目前就读于开南大学物流与航运管理学系3年级。民国107年8月，我在越南胡志明市万泰国际物流公司实习。